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Dino。如果你对开放世界及生存游戏感兴趣呢，那就不要介意按下的订阅加按赞。今天教大家这个刷卢币。那我发现很多人都忘记讲一件事了，就是你打完格威克之后啊，其实它不会马上出现在这个蔷薇教堂，你要先来这里领导之石，这样你会发现这个东西。这个女巫，对，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去蔷薇教堂，不然她本来是不会在的，没有错，她在林格姆府这里。OK，那你们就会看到她，不然她本来是不会在的，你们懂吗？那你们就这个，我觉得不对劲。然后呢，就会拿到这个溃烂鞋子。Oh, enough. A man.